小朋友提着机仔，行来到客家自治宫，导览员当日向因介绍在地宗教艺术甲文化，互因享受一场丰富的美学盛宴。这个计划是学雅慈济宫在111年就是荣获的国家民俗文化资产的这个认证啊，所以慈济宫就是每一年都会办理教育推广活动，让小朋友认识我们三百教育由来，然后跟家乡有更深度的连结。客家上辈打自2022年被登录为重要民俗，每冬拢会结合客家13镇各中学甲幼儿园举办教育推广课程。即天由在地青年陈应峰带着客家幼儿园的小朋友参访庙宇。慈济宫其实是我们在地文化信仰的中心，那我们的每一次3月11号，农历的3月11号。都会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会参加三白教的活动，他们对我们慈济宫的所有的活动都非常的崇敬跟敬仰，也对我们保生大帝的一些大爱的精神非常的感动。那最主要是说我们会参加这个活动，是希望小孩子更了解我们在地文化的课程跟精神，透过计划让学生会使了解在地文化宗教，这促进家囡仔对着家乡的认同感，同时嘛吸收着无同款的信用知识。咱听新闻了，三下家彩虹报道。